哎，东风，你去哪儿？还有一盘，吃吧。 陈独秀先生带来的，啊，高君曼女士蒸的。1917年8月14日，段祺瑞宣布，中国正式对德国、奥地利宣战，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行列。协约国和美国相继向中国政府保证。 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。玉材就是玉材，什么叫利益深远、蕴含丰富、简洁大气？这就是透露着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，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精品。 看看，林木，都看看。你是大书法家，懂美学，跟大家说说这个徽章的立意。我的评价，超凡脱俗。你们看这个徽章啊，以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，上面的北是背对背，两个侧立的人像，那下面的大呢，是正面站立的人像。嗯，这是一个人肩负着两个人，也就构成了三人承重的意象。这也反映我们北大人。 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呢，好，说得好。依我看，这两个字还有这个脊梁的象征意义，像不像？周先生把北和大做成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脊梁骨，它是想表达我们北大人应该成为国家民主和进步的脊梁的意思。非也，非也，牵强附会。 你们说的也太邪乎了吧！我看这个是西洋风格，太抽象，不能反映出我们北大的精髓。北大者，上承太学正统，下立大学祖庭，是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最高学府。需要用这种西方的奇技淫巧来体现吗？轻浮，轻浮。 这瓦当形象不正是中国特色吗？还有比这厚重的吗？这不吉利。好，各抒己见。 百家争鸣，这才是我们北大的风气嘛！啊，别总是咱们先生说，让学生们也说说，啊，来来来，来说说。中夏，来说说。我是觉得这个徽章挺有意思的，你们看这三个人的排列，这上面两个人呢像是两个背靠背的学生，这下面一个人呢就像是弯腰弓背的老师，老师用肩部托起两个学生，老师呢甘为人梯，学生志存高远，北大。 薪火相传，看看人家，诸位先生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个设计很有力量，我很喜欢。各位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哪一位是陈仲甫先生？胡适，胡适之吧，周先生。我知道您去上海接我了，是家里有事儿，我就急着回去了，让你白跑了一圈。是我去的上海。 我觉得不起眼嘛，你是陈仲甫先生，陈独秀，陈仲甫在此，我认错人了，周先生，世之，我可把你盼了，抱歉，来来来来来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假的是钱玄同，欢迎欢迎，世之，刘万农，哎呀，我们一直在等你，沈野墨 ，Hello， 终于把你盼来了，高一涵，莫尼，沈叔，刘世培教授。 过来，见过。
先生你好，我是胡适。奇技淫巧，轻浮以及。钟府，这就是我的意见。啊，是是，不在意啊。这个他不是说你轻浮，他是刘世培，他有病，他还在生病，大病未愈。好了，那个一涵，逝职的行李到了吗？从美国退来的行李全都搬到先生的单身宿舍里了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先带着逝职到教务处办手续啊。那个仲夏、金刚，你们叫上一些同学，带上一些工具，到那个南池子单身教员宿舍上等着啊，帮着逝职先生一起把他那个小屋收拾好。好，走，来，干活干活吧。逝职，终于见了。来，逝职，来，坐，上座。上座，谢谢。二位客官，您慢用。我坐过来，看不清你。盼了您小半年，终于如愿以偿见到您了。哎，涮羊肉吃得惯吗？涮羊肉吃不惯，换地方。全聚德烤鸭，走，现在就去。走，先生先生，涮羊肉非常好，我喜欢吃，在国外吃不到这些。喜欢，喜欢，好，喜欢就好。走，先生您快走啊。要喝什么酒？二锅头，挺好的。好，自古人才千载恨，至今甘李二锅头。我给你倒上。哎，我来，先生。我来给你拌调料啊。来，吃涮羊肉啊，这调料是第一的。我也是到北京来之后才学会的。